行，我怎么我看到那个小巴车的人，那个河南话车的人，我们突然的时候，他这个法医给你动过，我是现在在那个河南话，就那个方方丈，哎，这个什么这方方丈干，老潘。一样的地方，我不知道跑国外的给他进行打钱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别开了。那就是打两个吧。